那个，重量跟人男的个都有，你重量跟俺那个。这条街也挺大的。啊，这是个什么江？也是炸断的，也是。这个很宽的了，算是啊。分支。盖了一部分。盖不起来，没钱。炸断的。炸断的。也是炸，不是铁桥，它炸断。啊，这哪个一样？跟我们就是一样，我们这不就是个桥吗？这不是炸断的那个铁桥。但是只是个遗迹。 遗迹留下了，不是该，不是说该，没盖完啊。向日葵，它一般都种什么植物？你现在水稻，这个呢？这都是水稻吧？这个黄豆吗？这黄豆，五谷不分，我们都是。是皮肤。这个跟我们那个国内的专业种的一样的。啊。里面是水稻，完了那个道路上两边都是。 黄豆，黄豆，黄豆种玉米。玉米种不了。那我看看种，我以为是汉田地。哦，这里没有，但前面有种。有，那是半山腰种的汉田。哦，这个椰子的是黄豆。你看这下面这不是玉米吗？哦，起码得把朝鲜那个农作物了解清楚。 不，别人一看就知道它是什么，就是懂的就知道了。人家说了，玉米我种在河道边上，水冲了玉米往上走。水冲了玉米，水冲了，这玉米熟的时候，因为发大水的时候都是冲的。啊，水冲了玉米还能熟。哦，水稻我要是种在那儿了，我就收不了。啊，对吧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9月份嘛，玉米收成。 玉米9月份收成，就是大水发完了，水稻还能收，水稻还冲了就没了，啊，还没长起来，啊，像你玩玩吗？